呀、啊、日本、马来西亚呀、啊、各个地方的餐厅都有，一定会满足你的口味。这个呢是泰式香茅椰汁鸡，可以看一下里面都是满满的鸡肉，超级香哦，有奶香的椰汁味道。现在我们看的这个是黑胡椒猪肚鸡，看满满的猪肚鸡，看得我都直流口水。这个呢就是秘制猪颈肉，那他们这个酱料呢是这个店的特色啊，独一无二的，自己 DIY 成的。榴莲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芒果，还有西米露。来，我替大家尝一口啊，这个榴莲我真的是我的最爱，尝一大口我要，呀，好难盛上来啊。太好吃了，一定要吃这个，榴莲手抓饼太好吃了。